今天明显的路上行人要比前两天要多得多，因为我是上周上班的嘛，然后就是地铁也是，就是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正常的状态了，然后现在感觉就是跟平时上班没什么区别，人流量应该还是比较多的。 我对数据关注度不高啊，但是数据肯定是滞后的，然后也肯定是会有一些，就是你，没有报上去的数据嘛，那这个肯定没有办法，所以只能信一半一半吧。我觉得，但是总归你有数据就能看到东西，你总归还是要看一看的，也不是完全就是说不可信，我觉得。